阿弥陀佛，尊敬的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圣诞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昨天，跟大家有提到，老法师，他用一句话，把这个世间根源的问题啊讲清楚了。这个世间的问题啊这么多。从个人身心、家庭、五常的相处、五伦的相处到团体、社会，乃至国与国，世界的灾难，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东方忽略了圣贤教育，西方忽略了宗教教育。哇，能用一句话吧所有的问题根源讲清楚，知道问题根源呢就能解决。我们现在难在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有时候很努力越努力情况越糟，哇，那是很无奈的事情了。可能我们觉得那这个灾难也跟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有关了。这关联性在哪？所以《楞严经》上就有讲了，贪心感水灾所以现在为什么水灾那么多大家看着灾难现前呢，只能唉声叹气那菩萨畏因，众生畏果那觉悟的，他就知道要从因上去化解战争那么多，怎么化解？谁都不愿意战争。为什么战争的频率还是很高？也不知道原因在哪。欲知世间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杀害众生，他身体死了，他的怨恨还在一有机会，他当然要报复人如是，动物亦如是嘛。我们被人家伤害了，很生气铁定要找机会报复嘛。都一定有它的原因在那我们现在有机会闻到经教了那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觉悟去面对一切人、一切事物了。面对灾难，我也有一份责任这是共业贪心感水灾我有没有贪心也促成这个灾难呢？嗔恨心感火灾我还常常发脾气那我也有责任愚痴感风灾傲慢感地震现在人疑心太重了山崩地陷那外在是山崩地陷我们看人疑心重的时候这个家呢
鸡犬不宁。哇，好像摇摇欲坠，好像要陷下去了。夫妻互相怀疑，哇，那孩子每天担心啊，爸爸妈妈会不会离婚呢？你看他都站不稳了。灾难，那跟教育有什么关系？因为灾难跟人心有关呢。做善降之百祥，这尚书上告诉我们，你看我们几千年前的老祖宗他就这么有智慧了，做不善降之百殃，所以所有的百祥百殃根源是人心的善恶。那人不学不知道啊，人不学不知义嘛，所以真正能解决的就是要靠学习啊，要教育他，要好好教育他，他这一生可以成佛啊，可以成菩萨啊。不好好教育他，他可能会沉沦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我们学习啊，老和尚上一次在现代同盟养正的这个落实啊，里面就提到了，他好不容易得个人身啊，你要好好教他。这个话我们得要用心听了，不用心听，得人身很正常啊，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可是你再放眼去观察十法界我们就不举其他了，就举一个畜生道就好了。那人类有七十几亿，畜生道有多少？畜生道的种类很多啊，我们就举一种蚂蚁就好了。诸位老师，阳明山上的蚂蚁有多少啊？其他的就不说了。那全世界的蚂蚁有多少？是人类的几倍啊？人生太难得了。佛有好多比喻啊，都是比喻个仿佛啊，让我们知道人生难得啊。江一子老师用心良苦啊，他画地狱变相图啊，看过的人一定都会警惕啊，地狱可不能去啊。其中有一幕，人皮缺货啊，很多人等着投胎啊，有一个人管着这个出口啊，写了四个字：人皮缺货啊。以后换个人生。在六道要得人身可不容易了。我们当老师真正深信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种责任使命啊，自然就提起来了。又清楚啊，三途一堕五千劫啊，我不把学生培养好，他一堕下去好久好久出不来了。到地狱去，一夜死生，地下每经万变，刀山剑树一下他就死了，死了之后风一吹他活起来又要受刑了，一遭苦痛，人间已过百年了。好像祖师有算过，地狱一天呢，人间的2700多年，所以5000年历史啊，在地狱是2天啊。因为时间本身呢，是抽象概念，是因人的分别执着产生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度日如年。
为什么那一天那么长啊？太痛苦了，觉得很长了。哎，从度日如年就可以体会，哇，那地狱那种苦，那是最极端的苦了，那当然感觉很长很长了。所以随着我们对佛法的学习，对宇宙人生真相的了解，那我们的人生观就不一样了，世界观呢也不同了。就像当我们听到老法师讲东方忽略圣贤教育，西方忽略宗教教育，那我们了解病根在哪？那我们有一分力啊，也要出一分力啊。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勇为啊，义者宜也，中庸讲的。宜是应该的。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尤其啊，我们为什么可以得人生？十法界都有引业，引我们到这一道来的。哎，引我们到佛法界呢，平等心呢。所以假如我们发愿呢，这一生要去极乐世界啊，那是一真法界，平等法界，各个人的能力啊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他的引业是什么？平等性啊。所以老法师常说啊，我们能不能往生呢，不要问别人啊，还要问自己啊。哎，问自己，哎，我的平等性有没有常常提起来？哎，尤其啊，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那普贤的法界啊，我们要接上去的。那我们就是要普贤的心跟行啊。我们看普贤十大愿行啊，第一个礼敬诸佛就是平等性了，它没有分别啊，礼敬每个人每个众生跟佛一样。而引我们到人道的业因是五戒，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看我们儒家跟佛家，他们在几千年前又没有碰面商量商量，没有啊。儒家强调的五常啊，仁义礼智信。仁不杀生，义不取不义之财啊，不偷盗啊，礼不邪淫啊，智不饮酒。人呢，饮酒过度了，他行为都控制不住了，最后就造下终身悔恨的事情了，不理智了，酒后乱性了。所以理智的人要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然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最后信不妄语，言而有信，还证明英雄所见的
大略相同啊，因为他们证入的境界相同，表达出来的言语相同啊。哦，那仁义礼智信是我们来到人法界的引业哦。这一生只要我们不做到仁义礼智信，我们下辈子就得不到人生了。所以我们得要见义勇为，哪怕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的心念都是在祝福这一件事情。哎，我没有钱，可是呢，我现在有两毛，我也尽我的两毛的力。因为说实在的，看到人家受苦啊，我们不去帮忙啊，夜阑人静的时候，良心还是有点怪怪的，不是很安呐。那人是有良知的，而尤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呀，很特别，因为交通发达了，因为网络很发达。你看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互动非常的频繁，哎，在一个地区，在一个国度，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呢，可能一个家里面就有三种宗教了，大家遇过没有？一个家里面有信三种宗教以上的，所以老法师有智慧啊，要解决现在这个时代的问题，要四种关系啊处好啊。这个世界问题这么复杂，能够开出解决的方法，这不是普通的智慧啊。老法师接触那么多世界的和平专家，连他们的信心啊都很难立得住了。见到老法师的都问，你觉得这个世界还能够和平吗？诸位老师啊，你相信这个世界还能够和平吗？这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啊，很重要，因为我们不相信的话，我们怎么把信心传递出去啊？俗话讲啊，哀莫大于心死。假如人没信心的时候，那很麻烦了，提不起劲来了。有信心的时候，哇，使不完的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道的源头活水，功德的母亲啊，母亲她是表人生啊，有信心呢，每天很努力，很有方向，每天积功累德啊。没有信心呢，那道心就提不起来。甚至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哎呀，没救了啦，没救了，麻烦了，造口业了，影响别人的信心了。那承德自己感觉很有福报，能跟着老法师干。我们世间人讲说你跟对人了，你跟对老板了。以前老法师说我们有后台老板啊。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那我们就跟对人了。做传统文化呢，后台老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谁真发心了这些圣贤祖先呢，他们的福报就降在这个人的身上了。我这个推理不难接受吧？
我们人尽取辟嘛，比方说你是做事业的人，你生了三个儿子，请问你，你要把你这个家业交给谁啊？你会去交给一个会拜的人吗？不可能啊，你铁定传给那个一心为这个家好的那个孩子嘛。那同样的，现在谁发真心啊？那就是佛菩萨、圣贤、祖先的独生子女啊。不过用这个词好像又有点流弊问题啊，因为现在一提到独生子女，有点那个啊，所以信心重要。我们假如相信这个真相，你就不会担忧未来了。所以老和尚很相信他一生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大家有没有观察老和尚讲到张家大师教他这一点，老和尚脸上的表情怎么样？很轻松吧，有时候还会带着微笑，哎呀，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了。相信这一句啊，烦恼就去了一大半，甚至也可以全去掉了。面对一切人事境缘，佛菩萨安排，到底要考我什么？有这个心态了，就关照自己的内心了，来考我的，把我心上不必要的分别执着发现了，把它放下。面对一件事，立事练心了，就提升上去了。那我们也看到老人家也是在每一个境缘一直提升的。那人生几十年了，很快呀。总不能白来一趟啊，总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啊，总要为自己的家族，为自己的国家社会，甚至于为自己所在的领域，在教育界要振兴世道，在医学界振兴医道，在商业界振兴商道，每个行业都要知天命啊，不能白白来一趟啊。这样，这个文天祥的表演呢，我们也没有让他老人家白表演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我们今天遇到师长了，我们知道怎么行菩萨道，老和尚讲得很圆满。尤其刚好又有机会响应他老人家救世的理念，感觉很有福气呀。没有遇到这样的缘，很可能就在享福当中浑浑噩噩了，福享完了就投胎去了，应该是堕三恶道去了。所以总在遇缘不同啊。所以常常觉得能跟着老法师的理念来干呢，
这个真的是福气啊。我们在台湾成长都知道那句啊福气啦。这个广告词还是挺有味道的哦。那老人家为这个世界开出的这个药方，四种关系处好，宗教与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所以诸位老师，你们有没有听记？是基督徒啊，天主教徒啊。那今天圣诞节呢？昨天有没有给人家送点礼物啊？这四色法，随喜他们所信的宗教啊。像马太福音就有讲到啊。当敬爱敬父母啊，当孝敬父母啊，又当爱人如己啊。哇，你看这教诲很好啊，要孝敬父母啊，爱人如己啊。有时候我们看懂老和尚在做什么编了一本世界宗教是一家，里面把其他宗教教诲的精华选出来了。我们也可以宗教互相学习，我们看一看，去赞叹。所以这个身赞身从佛教再延伸开来，各个宗教之间呢互相赞叹，肯定他们对世界的贡献。不然我们想一想，没有信宗教的人看到宗教之间互相攻击诋毁，人家看了都怕了，信宗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那我还是不信了吧。所以老和尚这个四种关系处好啊，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当下就有关系。种族与种族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好多的地区国度啊，都是各个种族住在一起的。可能以前呢、都有造成伤害哦。像陆克文先生，他当总理啊，他给他们本来澳洲的原住民的长老道歉啊，以前对你们造成伤害，我们看到他这么做啊，很可贵啊，很不简单的、化解种族之间的这个对立，领导人开头做，不过他做了没很久啊，就因缘不具足了，所以有时候啊，想想啊，这个时代还真不容易哦，不过我们呢。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想想孔夫子就好了。圣人呢，周游列国14年，不辞劳苦啊，刮风下雨啊，多少岁月啊，还有7天没饭吃啊，就为了天下苍生，但没人用他。你看，在我们这个时代，好人他想要利益人民啊，也要看因缘具不具足啊。后来他好像也到国际性的组织啊去服务了。那这个国际性组织啊也很有智慧啊。他请对人了、发挥很大的力量。好像这一次新冠疫情的时候啊，这个陆克文先生就说了，
啊，现在不能握手了啊，来合掌。哦，啊，因为他对中国文化呢也是很熟悉啊，所以种族与种族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就像我们在台湾，看原住民的歌曲也很好听啊。啊，我们也可以随喜赞叹的。啊，一个民族能够绵延很长的时间呢，一定都有它传统的优点的。好，啊，再来，政党与政党。所以老法师当时候见这个陆克文先生呢，就跟他建议了，你们不要称呼啊这个不同党派叫反对党。你看这个词啊，反对党好像不反对就不对了啊，那就是搞成为反对而反对，那就不妥当了。所以一个词有没有能量啊？啊，我们要敏锐到呢，对一个词都觉得它妥不妥当啊。所以承德曾经啊去亲近过啊沈慕宇老先生呢，啊，这我们马来西亚华教的英雄，华教的领头人林连玉老先生跟沈慕宇老先生，还没有他们的坚持啊，那整个华教不可能在马来西亚可以所有的华人都受益啊，华小就有1200多所了，主要学华文。你看我们在欧美地区只看到华文学校一个礼拜学一次，一次可能才1-2个小时，平常时候也不讲华文，哎，可是在华教里面大部分都是讲华语了，所以在全世界的华文教育啊，除了海峡两岸三地以外，马来西亚是非常美丽的风景线哦。啊，现在听说啊，连他们马来人、印度人呢，都去读华教了。啊，我当时候听到的数字好像是8万人，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增加了。现在甚至还有大陆的跑到马来西亚去读华教的。那有果必有因呢，啊，没有这些长者的坚持，办不到的，都来之不易啊！啊，所以这是我们全球华人呢应该学习的榜样。啊，1200多所华小，大家想一想，要花多少钱呢？政府不出钱。他们一开始多难，都是华人自己掏腰包，所以马来西亚华人是他拿到薪水一定有一份呢，是要护持自己祖先的教育，所以我见过全世界不少华人，我的观察房子住最大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哦，因为你看他布施，我要护持中华文化，哦，这个心量哦，就种蛮大的福哦。你看马来西亚的土地啊，是台湾的10倍，福报很大。现在看过年张灯结彩啊，气氛最浓的。还是在马来西亚，所以不忘祖先呢，这个是恩田，这个也是敬田。
而我们的祖先都教我们啊，要仁慈，要爱人。所以只要敬足了，这三种最重要的福田都会具足啊。那我们有机会能够亲近啊这些善知识，要珍惜啊，他们真的是浩然正气啊。啊，我们看沈老的名字，木鱼啊，仰慕观鱼啊，看他父亲对他的期许，他果然做到了。然后被关在监狱里面呢，都没有退缩的。哦，那监狱里面的官员跟他说：“哎呀，你何苦呢？啊，你只要妥协了啊，啊，还给你一个这个官位爵位，啊，你就可以回去看你孙子了，你何苦呢？”啊，那沈老说了。假如今天是我们华人要灭你的马来文了，我相信你也会站出来了。哇，那个官员对他很尊重啊。所以一身正气啊。哦，所以我们去观察一下那一辈的人啊。啊，从哪里观察呢？从他们的黑白照片。你看他们照出来个个都很挺拔，有没有？哦，一看男人就是很可以依靠啊。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哦，像周邦道老先生啊，老和尚的校长啊，我们周顾院长的父亲啊，哦，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是顶天立地啊。我们很幸运呢，还看到啊，像沈老看到我们师父上人，这是有传统文化最后一代啊。我们希望我们赶快振兴起来啊！当时候我们跟沈老一见面，他看到我们是弘扬文化，特别高兴啊，马上呢说：“来，我们来唱歌啊！”哎，他自己啊，那时候95岁了。谈风情啊，哦，我们在台湾师范学院呢，啊，各个人都要会谈风情的哦。哇，以前台湾那个师范师专哦，哦，那个训练琴棋书画都要写的，写字都写得很工整的，啊。他亲自给我们弹了，啊，唱什么抗日爱国歌曲。哦，所以印象深刻，终身难忘啊！啊，哎，后来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呢，有一个啊，这个同修啊，讲了这个繁体字啊，在交谈嘛，哎，沈老啊，眼睛瞪得很大，看着他，是正体字啊，他一点都不烦哦。我很幽默，一语双关啊！他一点都不烦啊，所以大家，以后啊，我们也改个口啊，正体字啊，我当然要学正统的啦，是吧？好，所以一讲正体字，人家就很愿意学了啊，一讲繁体字，哦，太烦了，我先不学了吧。哦，所以一个字都有能量的哦。好，哦，所以这个师长就建议这个陆克文先生啊，你们不要叫反对党啊，要叫兄弟党啊，一起为国家努力奋斗啊。每一个党派本来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嘛。啊，所以我们看到群书治要里面讲到了一个国家要兴盛呢，要尊贤。观察每一个朝代兴旺，
大顺用伊尹，这个商汤商汤用伊尹，大顺用高尧，文王用姜太公，唐太宗用魏征，看一用一个贤德的人，产生的力量不得了啊！刘备，你看实力这么薄，用了一个诸葛亮，这个蜀汉就建立起来了。一接受这个贤德之人的建议，他的整个团体，他的整个国家就振兴起来了。其人存则其政举啊，中庸这句话很有道理啊。所以为政在人。那所以我们听到老法师讲政党与政党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自己所接触的亲戚朋友也要有机缘，要慢慢带动政党跟政党互相尊重，然后呢朝着共同为国家民族一起努力的方向去走。第四个是国家与国家呢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四种关系都不容易，但是可以从宗教与宗教下手。因为宗教徒人数多啊。那其实拉回来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开始做起，从我们的团体，你公司里面、学校里面，很可能都有不同种族、宗教的同事啊，就可以开始了。只要有这些和睦的榜样，都能够感动啊有缘的人。所以图文巴做了十多年，几位大师去了看了感动了，所以把跟联合国申请，希望给老人家一个办公室，所以做出榜样来，见到的人都欢喜。好，其实这个也可以从社区做起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那我们提到东西方，只要能够复兴圣贤教育跟宗教教育，这个世界慢慢就走回安定和平。而圣贤教育跟宗教教育的大根大本在哪？我们知道这两个教育很重要，但是我们要去努力的话，也要从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刚刚给大家举的马太福音讲的，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那我们东方儒释道就是强调百善孝为先呢。所以开发一个人的智慧、德能、福报，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没有认知到这一点呢，我们搞教育的话会搞成什么？舍本逐末了。那这样就好心呢不一定办出好事来了。
这一点呢太重要了。台湾有一位非常好的官员呢，真的是不辞劳苦为人民奉献。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看过他的书流眼泪他晚年看到台湾犯罪率，尤其青少年犯罪很严重，他哭啊，他说哎呀，我当时候一直重视经济发展，假如我那时候重视文化教育就不会现在是这样。你看他的一种这种政治的良知让我们也是很感动，他可以公开来反省了。所以我们以前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了，不能看一百年不能做宰相啊，因为他看不到那么远，他现在做的看起来眼前有利益啊，未来有害处。所以了凡四训谈善恶方方面面的，从16个角度谈。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大有小，有半有满，有难有易，皆当细辨。尤其这个有是有非举的例子我们印象也很深刻。子路救了人，人家送他牛，他接受了。子贡赎人，人家国家要给他赎金，他不拿。看起来子贡高尚啊，子路好像没他高尚啊。可是孔子看法不一样，孔子肯定子路，批评子贡。跟子路讲到了，哎呀，以后啊肯救人的人会更多了。批评子贡，你不收赎金是因为你有钱啊，你没有压力啊。那我们鲁国人到其他国度去，刚好遇到可以救人的机会，他的经济又不好，回来把人救回来了，拿赎金好像哎呀好像比不上子贡了，他心里有挂碍了，一犹豫一挂碍，可能就一个人没得救了。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啊，不论一生而论天下。所以为什么当宰相要看一百年？不然他好心可是就干出了论一时，但是没有论到更远的。所以我们这个当父母当老师这个了凡四训要好好深入很重要所以我们清楚根本了，就不能做出有流弊的教育了。我也跟大众常常交流到很可能我们这一代是对子女付出最多的一代，可是效果呢花的时间精力不少，甚至金钱哦。所以努力有结果不一定会有好结果所以承德自己当
读到《孝经》开宗明义章啊，的那一句“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哦，我真的是欢喜雀跃啊！在家里转了好几圈呢、啊。哎呀，孔子讲出来了，从哪里教育起啊？孝道啊，高兴在哪呢？啊，我不会干舍本逐末的事情了。哎，我们也很想把事做好啊，也怕做不对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哎呀，还有孔子的指导，心里很安呢、啊。啊，那我们佛家的表法啊，地藏菩萨啊，四大菩萨表修德啊。啊，那首先地藏菩萨，菩萨的法名意义就很深了，心地宝藏啊，开发心地宝藏。哎，整部地藏经最重要的精神，孝亲啊，啊，婆罗门女、光目女啊，把孝道展现给我们看，不止孝自己的父母啊，延伸到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孝敬一切众生啊，尊师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交代他的事情，念念不忘啊。所以地藏菩萨已经展现了一个人心地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怎么开显？孝敬尊师。教育把这个根本抓到了，这个孩子你不用担心他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发了老法师啊，在2016年清明节也是在台湾祭祖的一篇开示，孝亲尊师是圆满成佛这根本。好，那这一篇教诲啊，想说呢跟大家一起交流啊，每一段啊，大家学习完了啊，有哪些感悟啊，我们可以提出来啊，互相分享，互相切磋啊。好，那老和尚一开始这个开头的这一段话要不要学习啊？要哦，文字当中都有老人家的心境哦。哎，开头的时候礼敬在座的人哦。你比方说你在一个国际聚会，哎，今天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来自哪里哪里的同胞们，结果你忽略了一个国家，哦，那个国家的人马上脸色就不好看了，哎，都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了，哎，这个都是学习耶，哦，你看老和尚，哎，尊敬的主法和尚，啊，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学，哎，看这个顺序，哎，顺序不能不对呢，你比方说今天你致辞的时候啊，底下有中央官员啊，再来有县市长，哎，你把那个县市长排前面去了，中央官员后面，哦，那个中央官员坐在那里很不舒服，哦，这人情事理啊，都要懂啊，承德有一次呢，在台上啊，也是开始啊，尊敬的啊，这样的。有一位大德啊，因为这个男生女生坐开了啊，我没有注意看到啊，我就称呼啊这位大德，结果人家的夫人在旁边了啊，我当时就有点哎呀不好意思了，
当时我们假如说嫌抗议，你看人家很欢喜。哦哦，所以上了台也不能紧张啊，上了台要先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哦，先看一看，好，哦，那我们，哎，也看到，啊，老人家在一开始，啊，提到了，啊，我们，啊，办的2016年清明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祭祀大典，祭旧事习斋万人念佛法会，哇，那这个是相当殊胜的，又祭祖，又是为整个世界祈福啊，念佛的方法，这功德力也是最圆满的了。啊，那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共聚一堂，共同来祭祖念佛，因缘殊胜无比啊！啊，主办方邀请啊，他老人家来此与大家共享盛举啊，并就此机会啊，和诸位法师同修们谈谈孝亲尊师的重要性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这是举办祭祖大典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而且是啊，圆满成佛之根本啊！因为所有聚会的大部分是佛弟子，学佛的目的在哪？目的要成佛啊，要了脱生死，不是只是求来生福报啊，那还是没出轮回了。那我们看老人家在难得的因缘的时候，他会掌握机会。我们当老师的人也有这个敏感度，因缘聚了，你不掌握住啊，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有没有感受过？比方说亲戚朋友聚会了，你很想谈点什么，然后自己又有点不敢讲啊，最后散会了，心里留下了些遗憾哦，哎，那不要让这种遗憾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啊，要掌握住，真的哦，你家里的人聚会啊，你去谈谈我们这个姓氏祖先的德恨，我想不会有人反对的。啊，你顺势谈一谈，可能那一天你们家族聚会就变成认祖归宗的因缘了。包含学生刚好围到你的身边来，都是一种机缘。所以机会教育掌握住。好，那这一点呢，那老人家给我们表演淋漓尽致啊。承德曾经跟老人家在人民大会堂办过一个活动。老人家捐款给少儿基金会。来了很多政要啊，记者啊，结果在蒙古厅吃饭，那空间很大，这些人要聚在一起不大可能的，可是空间那么大，讲话很费气的，很伤气啊，但老人家一直讲，本来其他的人都是交头接耳在那里说话，也不知道过了几分钟通通不讲话了，全部都看着师父听师父讲佛法。我们见到这一幕了，
要效法老人家，掌握机会，把圣教供养给有缘的人。好，我们来看呢第一段，文化同源呢，中华民族是一家。好，讲到这个因缘难得，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师范学院呢读师资班，补一年教育学分。当时候呢，我们有一门科啊叫教育哲学，老师啊定了十个题目，我们四个人一组啊上台报告，其中有一个题目啊叫色即是空，空得了吗？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啊，我心里想说，这个我看我们老师不是学佛的，可能这个他也不会讲。结果四个人一组啊，我是五号，在一到四号第一组啊，五到八号第二组。我们老师准备了十个签，然后他自己抽。好，第一组抽个题目。我当时就跟我们六号的同学，他坐我旁边了，我说我们一定抽到啊，色即是空，空得了吗？我话才讲完了，我还看着他，我话才讲完，我们老师说第二组色即是空，空得了吗？我那同学嘴巴张得很大看着我啊，我们有信心啊。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说佛法，怎么可以错过呢？你有这个心愿，佛菩萨一加持，真的感应不可思议啊！那一天我还西装笔挺啊，上台给大家分享啊，我还记得啊，这一堂课我也很费力啊，把我几个月大的那个照片找出来了啊，然后。四五张啊，每一个年纪的照片列出来，哪一个是我呢？你看，那变化一直变化，哪有一个不变的我呢？结果我这个课分享完了，下台来啊，哇，好几个同学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哎呀，我以前在台中莲社听过佛法，我好几年都没有好好修学了，跟他们这个在结结法缘了，所以真的我们有信心呢，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啊，很可能你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你都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那一天我跟一个小女孩十多岁跟她交谈了，从这个新冠病毒啊开始谈了，因为无常啊，他们年纪才十几岁啊，借由这些事情啊让他们去感受。你看一个新冠病毒对全世界的影响有多大，多少个行业受到撞击，你说未来还会有多少无常影响我们？那你们现在立志很重要啊！你们现在怎么样经营才能立于人生的不败之地呢？你说哪一个年轻人不想立于人生的不败之地啊？那跟他们聊啊聊啊，就聊到了，这个小女孩，她在英国成长，想学中文，中医啊。哎呀，我太高兴了，我
开始给他一些好中医的讲课，赶快把链接发给他了。我记得我还看到我们马来西亚有个马来的女孩啊，小时候她爷爷很有智慧啊，把她送到华小去啊。哦，她从小在华小读，结果到中国大陆读中医啊，现在是个中医师了，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了。我们看上次还发给大家黑求恩呢，你看他是黑人呢，中文都不懂，学西医的，只是到了大陆去看到针灸的功效他说我一定要学中医了，结果就开始学中文，最后还拿到博士啊，中医博士，结果要帮人家医治啊，人家一进他的诊所看到他就跑了，不敢给他治啊。有一次他实在没办法了，拉住一个老太太，我不收你钱了，治好了再收你钱。结果这个针很厉害啊，一治就有效果啊，后来他给他治的人就大排长龙了。最后给病人开药都是为病人想，都不开贵的药。后来他拿到的奖金很少那个上面的领导跟他说，你怎么这么傻，你看你最辛苦，你领的钱最少。他说我不能违背我的信仰。违背我做人的原则。结果在这种名利的职场里面，他也不同流合污，他自己走到乡间去，培养了几千个乡村的中医，都可以去治疗百姓了。所以人的愿力不退啊，不得了。就像我们沈老，他是一颗种子。你看他70年前80年前，他是一颗种子。你看现在变成一片森林了。甚至也还可以带动其他地区的华人。所以虚空非大，兴亡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愿力只要不退啊，那可以产生莫大的力量。所以看到这个女孩愿意学中医我们这些长辈很欢喜啊。我说你这个愿发出来了孙思邈都加持你。华佗都加持你你只要去利益人了，这个加持力就来了。好，我讲到这里他点头说这个我有感觉。我说你为什么有感觉他说我有一次劝我爸爸。我平常话呢都不怎么讲得出来的。可是那一天我劝我爸爸讲话讲得很顺。他自己都觉得挺惊讶的。我说是因为你爱你爸爸，你为他好啊，你这一颗心哇跟佛菩萨很交感。所以老法师跟着李老学习最重要的四个字这个传承呢，一定要到我们的身上，要自诚感通啊。只要我们慈悲为本，佛菩萨祖先的加持力瞬间就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一篇教诲，我们跟祖先呢就接通了。
啊，所以中华民族是一家。那诸位老师啊，哎，这一段您有没有对啊哪一段啊哪一小段啊或者哪一句啊比较有感悟的啊，甚至于你有感应的啊啊，比方说你梦到仓颉了啊啊，还是梦到皇帝了，哎。哦，我们啊，最近啊，学习这个《论语》啊，我们啊，一直啊，我们李炳南老师讲的《论语》啊，他人家90岁开始讲《论语》啊，这个大修行人的时间呢，是宝贵的，是有限的，他会去做这件事。必有他深远的考虑。啊，我们后来的弟子们，只要能体会到他的苦心，就跟他没有分开了。你在学的时候，啊，你在跟大众供养的时候，他老人家的加持力就来了。时空啊，是我们的错觉。啊，我们学佛都知道，佛菩萨是法界身的，他入法身了，遍一切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们的心一跟他交感，他随时在我们身边呢。这个都要我们自己去感受了。记得有一年啊，在马来西亚祭祖啊，我们的同事里面呢，姓黄的很多啊，特别有意思啊。后来我了解啊，因为他们的祖先呢，啊，当时候在唐朝啊当官呢，这个很好的官啊，生了21个孩子，娶了3个太太。结果后来呢，这个官员很有智慧啊，他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都依靠我，他们应该锻炼，就跟3个太太商量，结果3个太太说好，都把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留下来，其他18个孩子出去锻炼，你看一直流传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单位啊，好像有5个还是6个姓黄的，全部都是18子的后代。所以啊，这个他们在祭祖的时候啊，有同仁呢。就看到他们的始祖黄香啊，在我们这个祭祖的这个万姓祖先啊这个台上啊就有现了，真的能感动了。老法师有一句话呢，我印象也很深了，我们的祖先呢是最爱后代子孙的。所以他们考虑的很深远，把汉字、把文言文发明出来了。窦燕山有一方啊，教五子名俱扬啊。窦燕山本来是算是浪荡子啊，干了不少坏事啊。他转变在哪？转变到他好像是梦到他的爷爷吧，梦到他父亲了。他父亲提醒他：“你不能再造恶了，不然我们家就断子绝孙了。”
啊，他还有点孝心呢。哎，从那一天开始，就开始断恶修善。啊，所以这个公案也是家喻户晓啊，也让我们体会，真的祖先呢很爱护我们。好，好，我们有请啊举手的啊老师啊，可以打开麦克风就可以。尊敬的上乘下德法师，还有我们尊敬的同修学长啊，上一次啊刚好在看这一篇文章里面啊，应该有这一段啊，就是说书上说啊，他跟随着李老师的教诲。有一段关于尊师的，就是说老师说错了也是要听，好像有这一段，好像有这一段，就是让他弟子的感觉，就是说这师父啊，我们师父上人这一段的话，让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尊师尊重到什么程度，尊重到老师所言所行，我们真的是完全的一个从精神上啊，从他的一个理体上去尊敬老师。好，我们在佛法里面讲啊，常常说我们不走演说相啊，不走名词相啊，但是啊，老师虽然在言辞上啊，也许啊有一些啊，在啊，我们明显在事实上可能知道老师说错了，但是我们当学生的或者是我们当家长的，我们要把握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说尊师，让别人对老师啊还是能够产生这样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个看法。而且我们的上人也讲过了，我说像我们真正的法师老师，有时候他们在可能有一些说错的一点一点点的那个名词的上面，但是我们不去做这个名词像，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去听它里面整个一个故事或者是整个开示里面的精华的意义，那我们得到了通通是好处，我们就不会听到了这些错的或者是坏处啊。所以在这里啊，也刚好啊，师父说有感想要供养，哎，上一次刚好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感觉说，哎呀，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尊师的精神是何等的重要，能让我们对师道啊升起信心，让我们的家长，让我们的学生。当我们在课堂当中如果说有老师真的有一些事实跟传统教育或者是在我们一般的社会教育也许观念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只要从他的义理，他的最深刻的一个部分大家去认同啊，不必再争执这些言说像名词像的一些争议，那维护到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尊敬师长，尊敬我们整个学校啊，这样子大家才能够见和同解。好，以上是学生的一个很粗浅的一个观点啊，敬请我们师父啊来指导，感恩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啊，谢谢陈校长啊。啊，刚刚啊，陈校长提到的啊，是老法师啊在。啊，我们李炳南老师圆寂30周年的啊一个论坛上啊老人家的专题啊开示啊，其中这一句话呢，我想看过的人呢印象都比较深啊、哦、啊，这个100%相信老师啊，错了也要听。到哪里找啊？那陈校长分享的时候自己也想起念初中的时候，老师啊，对我们打得蛮凶的。哦，老师呢也有一些行为比较过激了。哎，但是父母啊，还是都是让我们要念老师的辛苦，不容易。哇，这个父母这么引导啊，对我们很重要啊。假如父母当初不是这样引导自己啊，
可能我就遇不到老法师了。哦，所以我们要看得深，看得远了。我们能遇到老人家，那是一个果，因在哪？因在我们要有尊师重道的心。所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当老师的人要真的要以身作则啊，不然很可能我们造成学生对老师反感，他一想到老师这个字反感了，影响他以后遇到可以让他了脱生死大善之事的因缘。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客观的看，哎，老师他肯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善根很厚了，那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所以都要呢称赞难得的地方，可贵的地方。我们刚刚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要礼敬，要称赞的。哎，但是我们在探讨这些的时候啊，我们的心也要用对哦，就是不能产生要求。哎，我们听了这一段，哎，我们当老师的，哎，对对对，家长就是要尊重老师。哎，学生就是要尊重老师啊，在《春学旧语》里面提到了啊，“师言而后道尊”呢。哎，这个“言”最核心的是我们老师的自重，君子不重则不威啊。啊，而且这个作者还提到了这个“言”呢。不是说不抽烟不喝酒这样的要求而已的，应该是以孔子教颜回夫子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心不能有偏，不能有要求在。而且啊，我们听法呢，比方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师生关系。站在师怎么去体会这一段道理？站在身怎么去体会这一段道理？假如我们这个心态摆不对了，哇，越听啊，可能自己的心态的偏颇更多了。所以老法师为什么要说要善听啊，善思维啊。就像老法师说错了也要听啊。老人家是站在什么？站在学生的态度上。100%信任老师。我们不要呢听到这句话钻在那个错字了啊，钻到里面去了，一意不一语啊。这句话的意境就是100%相信老师。那首先我们要思考啊，你既然要拜他为师，你总不能稀里糊涂拜吧。啊，在密宗哦，我有听过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老师观察学生3年，学生观察老师3年。这师生关系是要，对老师来讲，要为人家的道业负责，法身慧命负责，这责任很重啦。那学生也不能拿自己的法身慧命开玩笑啊，今生不将此生度啊，更待何时度此生呢？后来我跟一个同学讨论的时候，他说我学习到密宗的是12年了。
那这个错的也要听了。首先是依义不依语，他提醒我们不要怀疑老师。哎，我们举一个公案啊，密勒日巴尊者啊，在密法里面修学成就很高，可是他之前因为被人家欺负，学了巫术啊，结果报复，杀害了不少人呢、啊，而且有一些因为他一施巫术啊，一些无辜的人也丧命了。所以冤冤相报啊，那个业越来越大了。啊，后来他也忏悔了，他去求法，啊，医治他的上师。这个上师啊，给他种种很难做的考验，啊，建那个房子啊，背那个大石头啊，啊，身上都长脓疮了，等于是。非人的待遇啊，结果连他的上师的太太师母啊看不下去了，结果就偷偷啊帮这个密勒日巴减少这些负担呢，啊，减少这些压力啊。后来上师知道了，他说我是用这个方法才能消到他这些罪业，你这么一做啊，那就减掉很大的这个功德效果了。所以这个公案也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了解老师那个考虑用意在哪里，但是这个公案我们再拉回来，那我们也要像他上师这样的功夫才能用这个方法，这个法不能用错了。就像禅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指禅呢？当时候这个禅师呢就开悟了，人家来问道，他喝一笔，那个人开悟了，结果他有一个小徒弟，啊，看看他的师父这么做了，他也给他喝做馅了啊，哦！哎，结果呢，他师父看了之后，把他的手指砍掉，结果他也开悟了。哦，这个不能学啊，哦！哎，这个不只是说，哎，小孩不能模仿啊，哦，现在人都。哦，不到那个功夫不能乱学的啊，那个砍下去要开悟才行了哦。哦，还有用呵斥的，哇，啊，骂人家一骂醒了，开悟了，那个要骂下去能醒才能这么骂哦，不然哦，那个骂下去造业了，让人家丧失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呢。哦，所以在这个。师生的相处当中啊，老师啊要有自知之明啊。我们又不是开悟的境界啊，我们要有的心境，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啊，我们不能变成这个身份号为人师，自己还没有做到都是要求。学生不服气的。可是当我们真的是有诸己才求诸人，我们这种不自欺，我们这种自知，其实就是对学生最好的供养了。什么是供养？执行是道场啊，无虚假故啊，我们不是硬装着一个很有修行的样子给人家看的，所以我们看李炳南老师在表演给我们看，
老法师也在表演给我们看。李老师怎么表演？我只能教你五年了，五年后我介绍我的老师给你。到了老法师呢，老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啊，我介绍老师给你们，阿弥陀佛啊，老师啊，这个身教我们要会体会啊，会看啊，我们自己也是成年以后才学的啊，要调伏没学佛以前染上的这些习气可不容易了啊，真的遇到有很信任我们的人，那也是一个缘分呢，也是要尽力啊，去护持信任我们的人。但我们不能啊高高在上，以师自居啊。哎呀，我们一起跟着老法师学习。其实啊，任何时候啊，都有契机的对待。世事无碍啊，可能我们会很感叹，哎呀，老法师说的现在好老师找不到了，世事无碍啊，真的想依止老和尚没有问题的，哎，还是可以守三个条件，我们还是可以感很好的善知识，哎，我们善有为依啊，依众靠众啊，还是可以感应到啊，很殊胜的缘分。好，那我们陈校长刚刚提到也非常重要啊，一个学校的氛围影响着每个学生，这学校的氛围就是尊师重道，对这个孩子的利益太大了。那这个氛围，我们每个家长有责任呢。啊，我们在行政的主管上，也要营造这样的氛围。好，那谢谢我们陈校长啊，每一次都是带头。好，我们第一段啊，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刚刚说法不能用错地方，现在不能用禅定来好，这个时候呢啊，假如还没有人举手啊，那就我会讲一下为什么刚刚我们陈校长已经示范了，赶快带头哦，哎，我们有请刘老师。好，我们先随喜一下刘老师哈，他在车上还在一直在参与我们的课程啊，有点披星戴月啊。那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百家姓说
最初收录的411个的汉族的姓氏都是全都是一家人炎黄子孙的后代，就是发现就是有一种就是会有一种哦，哎，真的就是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感觉，就有一种就是慢慢有点出来的这种感觉。然后其实我大概也就是看到这个时候我这个感受啦，就是原来中华民族是一家，那么就是有一种同体大悲的这种感觉，就会更明显一点点，但是还蛮惭愧的，就是我也只有看一点点而已。阿弥陀佛，谢谢。好，谢谢刘老师哈。哎，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啊，我们以祖宗之心为心啊，天下无不和之族人呢。啊，我们是同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呢。而且我们冷静去看看呢，我们学习的过程呢，得到多少姓氏祖先的教导？啊，你看。范仲淹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我们要不要感谢范公啊？啊，那我们感他的恩怎么报啊？好好照顾他的后代子孙。啊，我们一听到哇，你姓孔啊？哎呀，失敬失敬啊！我们都是这个喝我们。孔夫子的法乳啊，才让我们的法身慧命有增长的哦。那怎么报恩？哎，好好要照顾他的后代啊。好，所以每一个姓氏其实对我们都有恩德。哦，那当然哦，这个中华民族啊，56个民族。当然刚好我们到了这个贵州啊云南呢、这一带啊，可能他们的先祖是蚩尤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讲我们是中华民族就好啊，不要太强调炎黄子孙哦，这个法没有定法哦，大家得要我、为什么说入境问俗啊，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哦。好，啊，那当然我们这个看到啊，这么多姓氏传承下来，传了啊5000年了，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啊。我们从哪里感觉不容易？从我们这两三代人就好了。我们看看爷爷那一代，父母那一代。到我们，甚至于到下一代，哇，那个文化的传承呢，都快断了，啊，甚至于海外的华人紧迫感就更强了，可能在下一代呢，中文不会讲了，那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呢，我们才3-4代哎，就那么难了。那5000年是几代、所以老法师就说了啊，皇帝啊到他老人家136代，其中有一代断了，我们就没有文化的承传，所以我们也是责任重大，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责任的啊，要承先启后啊。啊，继往开来啊！所以当时候有个老人家送了一个墨宝啊给我，他写到了啊，这河川若断流啊，啊，我辈何以对子孙呢？这个大自然被我们破坏了。我们怎么跟子孙交代啊？他们怎么生活啊？啊，文化若失传，我辈何以见祖先呢？哎呀，我们就没有脸了，见祖先了。
所以老法师他很知道自己作为炎黄子孙的使命啊。老人家说到了，我牺牲生命都要把文化传承下去，要对得起祖先的恩德，祖师的恩德。所以这一段让我们升起啊这样的责任。这一段也让我们掌握了传统文化的纲领。老人家讲到的五伦五常啊，这些都是最重要的纲领，五伦十义。所以一开始啊就让我们掌握纲领。纲举目张啊。而且也指导我们整部四库会啊都没有离开这十二个德目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时时啊起心动念、一言一行不离这十二个字，我们在当下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得到啊。只怕有心人呢，我们当下心念能跟这十个相应，所以弘扬文化不是等未来啊，当下就是了啊。我跟汉学院的同学也是勉励他们，其实现在可以做出最大贡献的不管是对汉学院还是对汉学的贡献就是同学自己本身他看到哪一个老师他很崇敬，他会觉得那是老师我慢慢学他吧。可是假如有同学真的把这十二个字做出来那其他同学看到了，哎呀，知耻近乎勇啊，人家同学都做得到啊，他就马上去效法。老师做了他不一定马上效法，同学做了他马上就效法。所以都在当下陈德跟大家分享过白方礼老先生的，他有什么条件呢？他有一颗真心，在每个当下用真心敦伦敬奋，都是做出啊为往圣继绝学最大的贡献的。佛法很可爱啊，发意圆成了，不论你的结果如何，因为你尽力了，就是圆满的功德了。好，我们看第二段孝亲尊师万善万德之根本。那这一段看有没有老师对这一段很有触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啊。法师阿弥陀佛，晚安。今天看到这个祭祖，后学有一个很遗憾，也很感触。因为这个新冠疫苗，我们新加坡就是一定要打了两剂，手机呢才能够呈现你已经打了。佛堂呢才能够去佛堂祭祖，工作也才能够去做工，因为学生的工作是在那个就是中心里面。因为学生不想要打莫丹娜还是费瑞，因为想到八国联军呢他们的疫苗学生
不是很有信心，但是一直拖拖拖了两年，学生不能够去佛堂祭祖，觉得很遗憾，因为父母的骨灰呢都在佛堂，但是两年因为我不肯打，就不能去佛堂祭祖，就不能去了。那工作呢也不能够尽忠，不能尽忠也不能尽孝，因为呢没有打两剂呢，那么工作也不用做了。到来觉得不行，两年没有祭祖了，那就去打了。打了国药，就是我们中国的国药，因为那个克星没有了，刚好我打的时候克星没有了，我就打了国药。打了两剂国药呢，就想到哦，今年终于可以去祭祖了，要两年没有祭的，那学做工也能去上班，就是很遗憾，为了自己不肯打，两年不能祭祖，那么差一点工作也不能够尽忠，不能尽忠尽孝，觉得很遗憾。现在看到呢，就是祭祖这一段呢，就有一个很内疚，所以想跟法师说一下，真的很难过，有在呢，就是西方三圣面前呢忏悔，因为自己不肯打，就错过了两年祭祖，谢谢老师，只是一点点的感触，感恩。好，谢谢陈老师哈，首先可以感觉到你对祖先的孝敬哈，当然打跟不打。还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决定因为打跟不打都是一个缘分的发展那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个不是承德能控制的那当然世事无碍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要去体验世事无碍啊，挺有意思的比方说你不打还是可以祭祖了你看我们家里拜拜，对不起，家里有拜拜有，我家里祖先都留着在拜拜对，您看那个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有祭祖在线上这个礼拜我们极乐寺有祭祖而且我们不只是这个冬至祭祖我们灵岩山七百天佛祭这个用诚心都能够感通的甚至于是我们每一天要以我们修学的功德回向我们的祖先其实祭祖是透过这些重要的节日提醒我们不要忘了祖先所以不只是那几天才想祖先每一天很认真的尽了家庭尽了我们工作的本分了都可以把这个功德做回向所以重要的是心里不要挂碍不要执着然后也要很清楚我为什么打我为什么不打一切法从心想生的用对心的打是功德不打也是功德用错心的打跟不打就随因缘发展好，谢谢老师，好，阿弥陀佛，好，还有哪一位老师？好，我们这个东南亚的老师们都比较客气有没有哪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跟东南亚结缘
啊，大家听到了都结道缘了啊，之后啊有因缘都可以到东南亚去啊，这个法供养。啊，有些时候啊，等待是必要的啊。好，我们有请李老师啊。老师好，听到声音了啊。你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针对这个孝顺讲一下我最近遇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公司有派我去上一门。像是能量学的课，一天是10000块台币的课。他们一开始就教导我们学习孝道，我就想，这跟我之前上传统文化的课程非常的相似。可是它的出发点是来自于，你的财富没有，你的金钱缘不好，是因为你不孝顺母亲；你的事业缘不好，是因为你不孝顺父亲。所以说这三天的课程上，我感觉大家都哇，激起这种孝顺的心，里面也有洗脚。就像老师您昨天的课程的意思，就是说现代人好像把孝顺跟洗脚放在一起，然后我就发现现在世间的课程也变成这样。当然我觉得引起就是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嘛，引起大家学习孝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是用金钱为出发点。不知道为什么我上这课就是一整个别扭，但是我还是认真的上完了，但是他后面还有很多二阶、三阶、四阶。其实我对这件事有点疑惑，说像这样子的课程，究竟我应该要就是很认真的参与呢，还是说其实就是保持一个正念啊，上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老板和主管也有问过我这些想法，因为他知道我有学过传统文化，但是我也不知道如何回应，我很怕讲错，就是怕。错一字怎么样？我要变野狐神，所以就是供养大家。现在外面的课程真是百百种，但是一样是以孝道为出发点，只是跟金钱挂钩。谢谢阿弥陀佛。谢谢李老师哈。我们首先感谢啊，他这个背景就让我们熏习啊，要当向敬爱啊，颜色长河。而且呢，他也提醒我们啊，动物与动物之间呢啊，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个猫跟呵呵小鸡啊，兔子，我们随时都啊，哪怕是我们的背景啊，哪怕是我们发的一个 stick 都是表法哈、啊，这样就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把法供养啊变成一种习惯。那当然呢我们在世间呢、佛法常讲随缘呢随缘妙用我们昨天有讲菩萨四德。那首先呢你的公司一定要你去啊，那你就要随缘了，不然你就生烦恼。那当然公司要我们去一定有他的考虑的他的这个考量点我们首先要理解单位派我们去的目的在哪里那我们去接触了我们了解清楚这里面的情况那了解以后对于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护念因为毕竟啊他的动机还是从利。那要慢慢慢慢是引导他知恩报恩。那毕竟他有接触的缘了嘛你要再去跟他谈孝道的东西也比较有共通语言嘛我们是顺势而为。所以处事不可太皎洁啊。
啊，不能摆出一副我出淤泥而不染，啊，濯清涟而不妖娆。哦，我们要呢和光同尘呢，顺势去做，啊，当然也是长一个见识了。哦，这个商业界的人脑子转得特别厉害，啊，知道现在传统文化是个潮流了，哎，赶紧了，哦，设计设计，啊，所以结了缘了，说不定以后那个课程负责人呢，跟你过去生蛮有缘的，啊，你再去好好跟他，talk talk 啊，啊，说不定他那个课程呢，就越来越提升了，越来越就近了，啊，我们就顺势去做就好，啊，好，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啊老师啊，有请。啊，周老师啊，有请。我吗？哎，对。我法师的讲座以后，说到这个孝敬，孝道，那么小孩子就是说要引导小孩子的那个亲亲的天性。我现在呢是在教中文学校教这个幼儿园，所以呢我就在想。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主要的是跟爸爸妈妈打交道，那跟老师打交道。我现在主要想唱一下儿歌，也就往这方面去想。比如说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是妈妈回下班回到家多么辛苦呀。然后呢，请妈妈快坐下，让妈妈喝杯茶，然后呢，这些动作觉得也是在教他们，那个孝敬的一种，这种行为。还有的话，我觉得教小孩子呢，抱抱妈妈，亲亲妈妈，然后给妈妈捶捶背，这一些也属于就在像在游玩之中，那么。让父母觉得这个小孩子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可能的话，那个父母也很乐意接受他。对，这也是一叫孝道的一个对这种幼儿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准备呢，就是给他们的功课是早上起来给爸爸妈妈说声早安，然后呢，爸爸妈妈抱抱妈妈，抱抱爸爸。下班了，叫他给他们倒杯水，然后晚上呢，道声晚安，亲亲抱抱，用这种肢体的语言来，这种亲情，可能是比较容易，让大家觉得也没有说在讲孝道，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的孝字，他很排斥的，我就。就是听了法那个陈蔡老师说的，要引导孩子那种亲亲的天性，所以想到孝那个教孝道也最好，就是小小孩的时候，给他那种跟父母之间的互动，弄出来，因为小孩子一生下来对父母是100%的依赖的，而且呢是很信任的，到了小孩子长大以后已经是。不会听了，我们变得要听小孩了，所以抓紧一点，让小孩子培养那种亲亲的天性。我的小孩已经大了，已经失去了这个这种时候了。我的分享完了。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周老师啊。看他的背景，就把整个地球都放在心上了啊。哦，而且啊，还不会太晚啊，孩子大了也不会太晚啊。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啊。因为这个父子有亲啊，是每个人的天性啊，甚至于啊，不管孩子多大了，他真正的快乐还是来自于恢复了父子有亲啊。所以儒释道的教育啊。
老法师讲了两个目标。第一个，父子有亲的天性终身保持。比方说他本来跟父母有心结的，脸上都会有忧郁。我有见过年轻人真的化开来了，哇，那一下脸就开朗了，那真的心转了，相就转了。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把这个天性延伸到对兄弟姐妹对宗族的人对邻里乡党到凡是人皆须爱凡是物所有的生命皆须爱。所以教育孝道是主旋律那我们也随喜周老师他们很善巧他们那个儿歌还押阿韵下班回家这好像都是押阿韵孝经里面有讲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教的力量影响深远你看我们一想起小时候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那种意境就是陶冶自己的心让家庭的和乐美好的感受安定人的心所以这个乐教很重要整个中华文明是礼乐的教化而且这个手段很善巧寓教于乐孩子这个气氛很放松但是呢不知不觉吧孝的这些教诲让他一点一滴的在熏习了而且很具体教他回去呢怎么孝敬父母而且呢人跟人是互相的一种良性循环孩子一懂事这个父母也很欢喜甚至会被感动哎呦你看孩子才那么小就懂得孝敬我他这个心一感动了突然想想哎呀我也得孝顺我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家庭他传统化的语言是从小朋友转动起来的年纪越小越好教这个是关键的时机所以掌握住所以幼儿园的老师功德最大他的那个时节因缘最重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好那谢谢周老师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阿弥陀佛